美女你好，干嘛呀？你在干嘛呀？在晒玉米吗？是啊。你们吃饭了没？这个点肯定吃了呀。可我就还没吃。那你去吃呀。这不是没地方吃吗？然后想给你搭个平伙，你看我带了一只鸡过来。搭平伙是啥意思？大平伙就是我出一只鸡，然后借你们家灶台用一下，然后把它做好了，咱们一块儿吃。这样的。啊。那外面那么多地方，你怎么不去外面？去外面，你看见这个鸡都不行了，看到没有？再拖一会儿它就不行了，就会死了。所以我在你们家做一下，可以吗？那我回去问一下呗。啊，可以啊，你去问一下哈。好的。他进去问了，应该有戏有戏。超哥，你今天怎么不去吃别人家的土鸡啊？这不是发不起片酬了，没条件了吗？那这只鸡哪来的？这鸡是去倪总山上抓的。倪总那边抓的，那也没在他那边吃。那没表妹啊那边。我奶奶说可以，你们进来吧。哎呀，那太好了。妹子，那你们厨房在哪里啊？厨房在这里啊。哦。这里这个。可是我不会做呀。不会做没事，我们会做。那你们来吧。嗯，那你们有刀吗？有啊。我先把那个鸡干掉。杀鸡我最在行了。要不要我帮忙干点什么？你不会宰鸡，我自己来就可以了。那我去弄点青菜吧。可以啊。美女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小五。为什么叫小五呀？是有五姊妹吗？你们？是啊，排行老五。你们是在这边干嘛的呀？我是在市里面工作，今天周末我就来乡下转一转。这只鸡肯定不够吃，把这一起煮了吧。那多不好意思呀。没事啊，一起吃啊。盐鸡，嘿嘿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我最喜欢尝菜了。超哥手艺可以啊，好吃吗？可以。超哥经常踩缝纫机，手艺没落下。那必须的嘛，时不时要锻炼一下。会不会煎？我这个鱼特别难煎。没点子问题吧？你的动作是哪里学的？不敢套这个，我表哥去了。啊，辛苦你了，来我家还要你做饭。谁叫你不会的呢？你平时在家里面吗？我平时在城里面先练习，先常回来的。哦，怎么没看见叔叔阿姨？也在城里呀、啊。也在城里工作是吧？这鱼汤还怎么样？看起来还可以是吧？小五，看你年纪比较小啊，刚好18。你才18呀？你觉得呢？我怎么看得像28？真的18？真的18呀？那我相信你了，有对象吗？单身了，找不着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那你看我们的摄影师怎么样？挺帅的。他就看了一眼，就赶紧离开了视角。吃饭了，天都快黑了。那尝一下我的手艺。来尝一下我做这个鸡土鸡。来自己来哈。好的。自己来，别客气哈，自己家里面别客气。他说你这鸡哪里来的？我有个朋友是养鸡的，我悄悄地抓了一只回来。好不好吃吗？你说。肯定好吃啊。别人不知道以为我是这个家男主人。你打电话给银梅，我打我叫了，回来吃饭。尝那个能不能咬得动啊，爷爷奶奶？知道。能咬动吗？尝一下怎么样，好不好吃？问你的。问你的。干嘛呢？哎呀，想不到你一个大男人做饭比我还好吃。你不是不会做饭吗？我不想做而已。那你还不是不会的。好了，那我们也回去了，也麻烦你们了哈。现在天那么晚了，你要不然住一晚，明天再走呗。住不住？
走燃了，跟上跟上，快上车上车上车，好像还是个美女哦。那她车上是不是有菜？我刚才看到好像有菜声的，去看看家里面有没有土鸡。应该是买菜回去做饭的。美女你好。哦，你好。哎，你这是去干嘛来？买菜回来。哇，要做这么快是吧？你们在拍什么？我们这边做一个节目，节目名字叫农村美味土鸡走进广西。走进广西。啊。那你们是哪里过来的？啊，我们是从云南过来的，然后开车1000多公里。听说你们广西的土鸡肉质非常好，非常好吃，所以我们进来找一找。这么远啊？土鸡我们村里很多嘞。你们这边有土鸡啊？有。你家有养的有没有啊？有啊。那能带我们看一下吗？然后我们这边看适不适合做我们的节目。哦，那你稍等我一下，我把菜放下。啊，好，养在哪里呢？养在那个老屋那边。哦，行，放一下菜啊。行。这样阿姨，你这是喂鸡还是什么？喂鸡，喂啥？啊，喂鸡喂鸭呀。他们要去看我们家鸡走。啊，带他们去看。啊，不要喂鸡了哈。我老妈说还有一只鸡。还有一只鸡啊？对，我们这边是。对，这就是你老房子是吧？啊，对，老房子现在养鸭子。鸡就不要喂了，喂鸭就可以了。哎，鸡吃了也白吃。鸡吃了也白吃。我们这是要干嘛？是要看我们家鸡吗？不是，我们想吃你家鸡。家鸡呀，那只有一只了。这不是还有鸭吗？这鸭还太小，吃不了。不是你，我们好不容易跑了1000多公里，然后找到你们家鸡，能不能让你们家鸡友情出演一下？我们会给他片酬的。什么片酬？就是把你们家鸡宰了。这个我得问我妈。阿妹，他们跟上你家的鸡来吃，干嘛？对呀。可以呀，可以。阿姨说可以是吧？我老妈子还蛮大方的。哎呀，大方的。好，那我们就不客气，我就抓鸡了哈，阿姨。好，就只有这一个呀。哎呀，我老妈说就只剩一个。我听有恭喜吗？哦。哎呀，这鸡不错。这鸡不错。这就是散养的土鸡是吧？嗯，土鸡。这个肯定很好吃，这个。这顿午饭你先不吃了哈，然后咱们一起吃哈。这只公鸡好大呀！这是母鸡。这是公鸡好不好？光那个鸡冠这么大。它是母鸡，你们下来。你们广西的母鸡长得像公鸡。你们要拿这个鸡去哪里啊？拿你们家去。拿我们家干嘛？拿你们家去把它做掉。我不会杀鸡。这个你不用担心，我们有专业的人、专业的技术处理。这样子啊、嗯！哇，这里还有一只拦路虎。这只鸡怎么不叫啊？它一个人太孤独了，不想活了，活着也没意思。还不如跟我们一起吃午饭哦。对，还不如陪我们一起吃午饭。这边吗？这边。美女，你买这么多菜，你是带我们家来吧？不是，我今天刚从柳州回来，肯定要买点菜给老妈子吃。哦，就是回来看阿姨了是吧？对。哎呀，太有缘分，太巧了。你贵姓呢？我姓梁。那这个我们就帮他处理了哈。哦，好吧。你刀吗？你好。你也太厉害吧，一下子就杀好了。比较专业是吧？对。还行。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来。嗯，我叫大超。人送外号土鸡终结者。那个你是土鸡终结者。那你们打算怎么吃这个鸡？哦，这个我忘了告诉你，这个要你来做。我们是体验你们那边的土鸡文化嘛。我做啊。我来做的话，那就没啥意思了，要你做。我们这边有两种吃法，一个就是拿来炖，一个就是白切鸡，看你们想怎么吃。那就炖吧，炖那个汤比较有营养，土鸡嘛。也可以。嗯，
这两个美女是你什么？刚刚我在路上，他们搭讪我了。也是搭讪，你是我记得来。嗯。那个小美女也想跟美女搭讪。她说前面那个姐姐长得很漂亮，她就问我叫什么名字。哦，你们也喜欢美女吗？嗯。啊，也喜欢美女姐姐吗？全部的爱心蚊子给叮了。太可惜了。没有要反应了没有？必须反应安的哦。嗯，还真香了。妹妹，这广西的鸡名不虚传呐，真的好吃。要好吃吗？好吃，因为比较清淡，感觉原汁原味。对。要不要加块给你？嗯，好好好。加块块油，可以啊。你这边的土鸡肉质确实还不错。可以吧？嗯，好吃吗？你多吃点啊。嗯，吃的很多了哈。你们来广西多久了？我刚到。那准备在这边待多久？还不确定，可能待段时间吧。哦，多吃点。嗯，好。对，您刚才说在柳州，你是在柳州做什么工作的呀？我在柳州那个卖点家具，做点小生意。卖家具也是大生意了，不是小生意。小生意。那你这么有气质，你看是做多少生意？没有，没有。月姐。土鸡也吃完了，肚子也吃饱了，我们把那个片酬给土鸡发一下。什么片酬啊？就是那个鸡的费用。啊，不用了，认识了都是朋友了，不用片酬，不用片酬。那既然是朋友，你们家养了土鸭，我们也有做那个土鸭美味那个节目，那下次拿你们家土鸭到这个节目里面。你们这。